它只刺一次的效果而已。来耐酸力，七，然后，哎，青金石，对，我要中，我要用青金石，看一下，青金石菇，蓝宝石，青金石，哦，这个可以直接中，可以，好，我现在去中一下，把对方告上法院，这么屌，什么东西把对方告上法院？说。1859买，然后被对方卖家坑，然后请假去告对方。哇！不要打我，你会死。我终极水晶呢？我很贵的那颗水晶呢？我没拿。嗯？是我眼皮啊，没看到他吗？没有啊，没在这啊。哦，在这，怎么放在这里？这颗很贵啊，这颗要随身携带啊。有看到了，这个很贵啊。等，加有找到了。2、3、4。下载一个模组要7.99美，什么模组啊？哈？怎么？那我模组要钱的，我还不知道，我也是没买过啦。我是不知道哪个模组是要钱的啦。来，我们来研究呗。是，耳接，1、2、3、4，啊，这样子，这里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。放上来，骗钱的魔术，好，OK， 世界的种子再加上，没有啊，这样，最近观众的想法有点怪怪的，唉，不好说。被买贵个多少钱？商店看呢、欸？商店看啊，电脑的800块，手机240块，你看800块而已耶、欸，800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你现在随便一个单抽就破了。爆表啦！看哦，会盖家吗？我家已经盖好了，没看到这么大一栋。把家挖好了，这么大一栋，你看到这么大？只是里面还有一些我未开启的房间而已，我还没探索到。对，他还等你开发。对，这么大的房子，你没看到吗？一单是什么？流眼泪。我先改造一下这个好了。这个东西，我想要让它可以自动获得能量，不然每次我都要补煤炭。首先要让它自动合成，我记得自动合成有合成，看一下哦，合成。哦，这里有，哎呦，
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，那就不要玩啦、啊。那你就算你这样跟我讲，还不够你吃一天。天哪，你一天省下来就有一个人可以获得麦块了哎。嗯，还没闯过二之一房，还是没闯过二之一房间，还不能开启。好好好，我尽量努力，好不好？要侦测器合成台跟观众知道，快好，原钢锭的正确配方吗？因为我不小都会不小心合到钢锭，我觉得是龙炉子他会乱判定哎、欸。哦，嗯，环球旅行者，嗯，对啊，你在刷什么？没有电脑，你也不会获得一台电脑啊。一直跟我说你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，你也没，你跟我讲也没用啊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用铜盒哎、欸，好好好好好，来我们。Hello， 音乐，嗨，那你先忙好了，你先研究一下，我的分类机要开始用了。分类机要开始用什么意思？就自动分类机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晚点再来。我现在先来用，等下再研究。好，要有几个那个压缩抽屉会比较好？几个压缩抽屉，看你有几样东西要分啊。要什么？有石头、鞍山、泥土，应该不用。头鞍山，但是要 use。嗯，去杰克家看。去杰克家看，去偷看，偷瞄一下。这里，这个，然后合成台，那里合成，合成岩板，我铲子也还没覆泥土，哇？还行啦，反正现在有你的金赞助，可以。你缺什么？有蜜蜂，一二三四，八，紫色染料、骨块、骨粉。我可以变成巧克力的 skin 打影院吗？我可以先让你冷静吗？你没有自己的 skin 吗？对呀、啊，做自己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做别人呢？哇，杰克家的哦，熔炉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妈！为什么？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我的妈哈！哇，还不跳下去游泳一下？有啊，就是里面有其中一个是这个啊。嗯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让我的种东西的区域变成自动化。嘿，我需要让它自动化，不然我每次都要补充煤炭。好玩啊，我觉得不好玩的，我觉得你好幼稚哦。什么好玩不好玩？变别人的 skin 啊。哦。七，拜托。难得礼拜天开台，不会难得啊。其实，我是可以开，只是不想开而已啊。是看有没有想要开的意思而已。对，自动合成。没我幼稚。哎呀，对啊，我好幼稚哦。我要让你冷静咯。喂，好好，我不冷静你。来来来，我们来比幼稚，看谁幼稚。看一下哦。有史莱姆弹弓吗？我没做而已。啊，做合金炉，合金炉的话需要玄钢齿轮。这种东西交给我的管理员就好了。嗯，不用脏了我的手。
张了管理员的手，对，给他们张，给他们玩，难得有人可以 ban， 给他们玩。最喜欢玩的、啊，对啊，让他们玩一下，当我的 mod 的好处。真的，当 mod 就是可以玩，玩一下，玩一下。抽屉，我觉得 PC 版蛮贵的，还是 Java 版比较好。PC 版买模组要花钱很麻烦，用 Java 不用钱。嗯？什么东西啊 ？PC 版就是要钱啊。PC 买 Java 版要钱。你他在说什么？讲人话？讲人话？讲人话？这里。还要做什么？嗯，出来。然后三个熔炉，玄钢锭，我还有玄钢锭吗？没有了，我刚刚看过，你就一个，剩一颗，好。对，好，剩一颗，熔吧。只能熔了。啊，中介石。玄钢锭中介石，好，感觉要爆气，不会啦，这还好，又不是这样就要爆气，那又不是说那天我们被碾压，然后好不容易杀了巧克力，就是帮巧克力 QQ 那个，那才是让我们爆气的点。哦，多过分啊！哦，好不容易干掉你们一个人了，嗯，巧克力好可怜哦。哦，气死！点燃引火了，真的气死。欸，我知道玄钢怎么用会比较一定能够合出来。好，说。首先，你先来我家拿用合金炉丢一个铁，丢一个煤炭，跟丢一个黑曜石，它就一定是玄钢锭了。啊？什么炉？我家有一个可以把三种东西烧成同一个东西的炉子。我来了。啊，我今天比较浪费了，天啊！这个炉子，呵，这个炉子，你把一个铁、一个碳粉跟一个黑曜石丢进去，它就一定可以烧出玄钢。嗯，啊，然后如果没有碳粉的话，旁边有磨那个粉碎机可以磨。哪一个？旁边这一台。哎，哇塞，水力发电这样子用的哦。这只要有水流动就好啦。哇，好、哦。我本来想说一直在挂这个，可是觉得这个好慢。对，就用水力就好啦。你一开始能够做出水力，就是可以用水力啦。好，那我知道要改那个了。玄钢了。嗯。碳粉。啊，它不能磨，可恶！我要换另外一台研磨机了，它这台不能磨碳。这样子的话，啊，看一下另外一台。磨粉机，需要一台磨粉机，这个。太好了，挖大量的木头。好了，营业，我终于把我家木头用完了，啊、我要再去一次。你可以再去拿它，它量还是很多。我来，去拿，快点。黑曜石，钢锭。其实钢锭加黑曜石好像就可以变成在哪里啊？是安等一下，对，玄钢合金炉，它不能烧吗？
不小心说太多了，我回去。哇，你爆仓了吗？不小心拿了三个，直接做成那个，直接爆。好吧，这丢，这是里面是什么龙翼啊？是什么驴？好，先黑曜石。然后再铁，说话可以大声。